所有人都活着回来了，为什么只有蒲太珠死了？我无法接受这件事。快点把他绑起来！大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现在大妃娘娘怀疑是我做的，所以那孩子要当牺牲品。你要切记我说的话，必须承认是你的过错，这样你才能活命。我的任务是什么？进入汉城府监狱。 杀掉狱女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绿中花》。